不是一个很放松的人，
不过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他在这边待过一个晚上，隔天早上来用餐的时候，就大部分都已经很放松。哎，我去放松是海风的关系，还是你的温泉的关系？大概都有。还是你的早餐的关系？大概是这个很棒的景的关系。哎，我要问一下啊，我吃了你的早餐哈，我9点钟吃，为什么到下午2点钟还不饿？是这种特别的，还是说你的面包很扎实，还是你的西瓜那个地瓜稀饭都是有能量？我到现在不饿，我觉得好奇怪。我问的路易斯，他也不饿。我是觉得其实，我在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放了很多料下去，但是真正的我是觉得应该是有那种很放松的心情，然后来这边就是。自在吃，可能不知不觉就会吃很多，就整个的大环境会让一个人真的放松。像我刚刚我说要跟你聊天之前，我就去草地上睡了一个午觉，很短，我就觉得我头脑就很清爽。真的，我觉得环境很重要。对对对，其实午睡只要稍微放松一下，其实自然而然就整个人都放松，对不对？那你当初，你说也要花2年才适应，有没有很特殊的经验？会被气到不行，然后觉得说找这个人虽然挂了董事长的名字，可是人烂到不行。讲几个例子吧，不然人家以为做民宿女主人都很优雅。哦，其实是有啦，只是说，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方便讲吗？没有必要提，就对了，这正确的反应。我曾经就是很不知死活的，就去那个指责过客人说这个是国家公园，那有一两只虫子又怎么样？了解。对。然后我也曾经因为我的早餐，因为我早餐其实真的都是很用心去找回来的。然后我刚开始我会跟客人讲说，哎，这些都是就是限量供应的，请我会跟他们讲，请酌量取用。可是会被翻白眼的。他觉得你要无限量的去供应他，对，而且你那个东西都是这边人家手工做的，那边是这个当令季节，不是说你马上就要有，了解的。对呀、啊，然后因为我们有做堆肥，所以我都有收厨余桶。然后当我看到我们家的食物是整片这样子被丢下去，我会有心痛。对的，不过现在都已经释怀了。我觉得其实他们丢的不只是。我的东西而已，其实他们也在丢掉他们的东西。对，因为这是大自然。一个带，而且他这个是，他从他过去的生活的积习带过来的。只是你人虽然在台湾的那个南边，你还是看到了我们整个台湾的大家的生活的心态。对。所以这不算隐居哦，其实他还是看到了整个社会的面向。对不对？的确，其实小小的民宿还是有很大的。对呀、啊，以前的话，你是融在都市里面，现在是整个的社会跑到你面前来给你看。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经营这个民宿的一个优点了，对不对？那我就问，那我就问你，原来你也花了2年的时间才调整心态，那么这么大的动作，当初是你预期的吗？你知道要做这些功课吗？还是不知道？我知道要做这些功课，只是没有想到说，这么的，就是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呢？已经来度假还是这样子的人跟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态要改，所以我后来经过2年这样调整以后，就慢慢的就放下这些啊，因为那个是他们的。他们的问题，你也无能为力。对，所以做到你该做的事情。对对对，我只要把我自己做好就好，所以我才会越来越快乐。现在是很快乐了，但是现在这个快乐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说，这一个不是一般人做生意的地方，这是你跟你先生规划的要住的，对不对？而且你们当初做这个决定很年轻啊，才40多耶。我很难想象，对呀、啊，你怎么那时候是什么大的转折？你会放下铁饭碗？还好吧，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比较不喜欢都市的纯粹都市的生活，我们比较休闲都是往乡下地方去，一直都有这样做，一直都是这样。听起来你们旅游费花了很多，是国内多还是国外多？露营，可是露营是重点。这个装备很重要，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先花一大笔，然
后再慢慢把它用出来。那些装备花哪些钱？因为我们没经验。对啊，像我们去帐篷，帐篷应该不贵，好一点睡袋，好一点的，那是很贵吧？好一点其实也差不多了，也贵不到哪里去。帐篷最主要的装备是因为我们家三个小朋友嘛，那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其实小朋友都不是很怕冷，所以我们就会在很冷的地方，很冷的时候去跑去很冷的地方露营。真的，我们家小朋友真的很会玩。比如说去过哪些地方？我们就去，就冬天啊，就跑去那个福寿山农场露营。哦。啊，然后去那个宜兰的仁泽。那个叫什么什么？你们这个是一个这个那个自然很自然的一个家庭，而且是家族行动。嗯，没错。那你前面投资的帐篷、睡袋，然后还有吹工具。对呀、啊，然后就是小朋友的装备，因为要。就是他们不怕的，还是要去怕的。哦，那个就贵了。防寒衣啊，羽绒衣啊，那些东西。对，中层衣啊。那如果是爬山啊，什么溯溪什么，那个鞋子就不太便宜了。鞋子啊。但是这个就花了一批以后就好了。对。那你们这样子是走国内的多，还是走国外的多？我们走国内的。走国内的。国内就玩不完。那你这样子，就是如果说是不需要住旅馆，其实花不到多少钱。对。对不对？哦，那你玩得很快乐。对呀、啊，有一次我们去中横，去玩了八天。八天了，我全部都露营了，好像住路边了。我这辈子还没露营过哎、啊，真的我实在是。可是你装备一定要齐全。哦，那我还是不要去好了。然后等我看看影片就好了。回到家里以后，就我女儿，我老大那个时候才好像也还没有一年级吧。啊，真的。一进来就可以回到家就说哈、啊，回家了。要回家了。哇，就表示回到家门口他才。任命的时候，我们的假期结束了。哇！一直在玩，在回来的路上还跟我说：“哎，还在玩。”听你先生说，你还让孩子去参加那个什么荒野协会，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些事情。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小朋友认识大自然比认识电视机里面的节目好多。对呀、啊，所以他们除了去荒野以外，就是认识大自然以外，也认识生态啊，也认识环保这个议题，所以小朋友都还蛮习惯我们这种四下无人的环境。没错，所以一般的这个民宿，还有就是说到什么宜兰啊，买一个小洋楼啊，盖起来以后，一个最大的结果就是老人家就是每次要去的时候，小孩子都不要去。哦，是这样子，很多这样的啊，因为孩子不喜欢去嘛。可是你们这个卡米克民宿不一样，是你们家五口人大家共同支持的，大家投票决定的。也就是孩子从小被你们这个，你看连小一都没有，就去外面露营那么久的时间。所以另外那两个更小。一个小一，一个没有，就是大班小班，然后很小。这种成长环境会不会影响他们选的科系？你老大学什么？他是音乐系。音乐系，哇，那听了那个虫鸣鸟叫听多了，跟着唱。第二个他应该也是往艺术吧？他也是艺术啊，所以你们这个民宿里面好多画，对，那都是他们的作品，对不对？第三，老三他学什么？恐怕也是往艺术方面，也是音乐艺术啊。所以他们大概不会像老爸那么爱潜水，不会像老妈那么喜欢种菜。未来吧，我不晓得。现在没有，我觉得我刚刚那个说法不对，因为你说潜水跟种菜那是生活，跟你的职业其实不一定要说是有相配合的冲突。所以就像我是在中华电信，可是我也又爱潜水，又爱旅游。那你潜水这种运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啊，你是什么原因？是你的父母造成的，还是说你这交往圈？我就天生就很喜欢水。天生哦？对。什么叫做天生啊？你小时候是在哪里水里出生吗？因为我你老家在哪里？我老家在高雄。可是也不是很靠近水。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们是海岛，可是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坐船什么游泳的经验。可是我就会自己跑去学游泳，也不是学游泳，就是很喜欢去玩水，然后就去我不是真的去学游泳，就天天去游泳池游泳，然后就也因为自己游泳，我居然去那个拿到救生员执照。哇，好厉害，姐姐！哇，我还拿到那个游泳教练执照。好。那几岁的时候？我是
岁十几岁就游泳教练，哎，那这样也去打工赚钱了、啊？我可以，对，没错。哦，我曾经，我真的很爱在水里面，我曾经一天就是跑两次游泳池。哦，对，早上去游一次，觉得下午因为很年轻没什么事，就去又去游泳。所以这不是父母教导，也不是兄弟姐妹怎么引导，没有，都没有，就我自己。我们家可以住在三民区，我可以骑摩托车骑到那个前镇。就为了因为那个游泳池的水比较干净，真的就跑在那去。所以可以说一个人没有什么任何背景，也可以让那个一个人只要有机会碰到，他就产生他的兴趣了。OK， 哇，所以说到这里，我就觉得说人生有各种可能，真的。你的爸爸妈妈也不是海洋的，哎，不是，跟水没关系。然后你们家七个兄弟姐妹，你是中间分子，老师没错。然后也不是说哥哥姐姐带你去游泳，你就自己喜欢。对 ，OK， 你就喜欢自然。对，没错。那这样子影响了你去考的科系是什么？我高中的时候考的科系是跟木头有关系的。是什么？森林系吗？不是。是什么？是木工系。有木工系。我太状况坏了，科系里面有一个木工，可是他不是真的是教做桌子椅子座椅的，那是什么？这是了解木头木材，哦，那也是一个建材的概念。对啊，那你现在教，对啊，那你现在家里面七个，可以讲一下吗？老大是什么行业？现在老大是舞蹈老师。舞蹈？你有气。老二，老二他是佛光山的。这是什么会的会长？哦 ，OK， 所以他是那个宗教灵修界的嘛。老三，老三家庭主妇。OK， 老四，老四是曾经是公务员，现在是民宿的那个主人。对，那 OK， 那老五，老五目前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对，老六，老六他是旅行社的，旅行社的负责旅行界。OK， 那老幺，老幺已经不在了。OK， 好，等于你们这个家族也都是蛮差异性蛮大的，就各种各的。可是我听起来这样蛮好。要是你的父母，要是你的父母没有说什么强制你们一定要走老家里的老路，你们都各自发展。对呀，啊，因为其实我爸爸妈妈他本身他们也都是没有不是做生意的，也都是职员啊。可是你们的小孩子好像找到了自己的这个想要走的特殊的路线呢，啊？我们的小孩，我们是比较尊重小朋友，而且我们是认为说功课重要嘛，我觉得他的兴趣比功课还重要，所以我们会就是会培育他们的兴趣，但是我们觉得功课做人比较重要，比功课还重要。那会不会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成长环境，你的父母对你功课的要求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不会，那就好。所以这个是你看，这个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好的精神传承下来。对啊。那么你在，可是不可否认，你三十多岁以前也是一个正规正矩的上班族嘛，对不对？那个，刚刚提到你也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改变哦。那这个背后的动力是因为你们这个民宿是为了一个家庭。整个你先生想要说退休以后大家去做规划自己要的生活，对，那时候你们的蓝图，你刚刚已经提到了，你们要自然，你们要过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生活。那个自己的生活可不可以更明确一点跟我们讲？就是很简单，我们就是希望拥有一块地，然后可以种自己想要吃的菜，然后可以靠近海边，可以有空就可以跳下去海里面游泳。关于这个，你们喜欢潜水哈？你跟你先生在结婚的时候是不是都知道双方有这个兴趣？我其实是潜水之前，没有结婚之前我就已经有拿到潜水执照，我是背气瓶下去的，哇，才需要执照。然后其实我现在也是很喜欢大自然，啊，他觉得说潜水也蛮好玩的，所以他结婚后他还去考执照，就现在他玩的比我还凶。对啊。可是我的意思说，你们是因为共同的这个玩水的嗜好结合，还是其实那时候并不是那么强？其实那个时候只不是玩水很强，而是很爱玩。好，可是好，
台湾很早期开始自助旅游的一个女生。那时候几岁？你第一次自助旅行？24岁。为什么你有这种勇气？向往吧，向往在国外的。你去的是哪个地方？哪些地方？哎，你去过哪些地方？哪些地方？欧洲啦。14岁哦，结伴吧，还是一个人？我一个人。佩服你哦，真的，到现在我还有跟我女儿一起去，我一个人还没过耶。可是去到那边很容易就会找到一些伴的，当场就会有，就是欧洲。非常有缘分，就是到这个地方碰到了，然后可能隔两三天，哎，在这个地方又碰到他们，然后所以就干脆就一起走。哦，这样，那语言呢？哦，都是台湾过去的。哦，就是到那种欧洲、美国都会碰到是台湾去的人，大家就结伴。你这种经验是很多次，所以听起来好笃定。哦，没有，就是第一次。第一次。啊，第二次是就是因为第一次碰到的那个，在当地碰到一个法国人，他后来就跑来台湾玩，然后我们就约了一起去中国大陆玩。哇，你跟法国来的自助背包客，然后你们一起去大陆，那时候你那个年纪，你那个时候自由行大陆不是很普遍哦，刚刚开放而已，刚开放，所以你就敢哦，所以我卫生条件什么都安全不好，尤其是交通。那你们去了哪里？就去广东跟广西两个省份而已，去走了一个月，非常的困难，就是我要从 A 到 B， 就是要排队买票啊等等。就是有路线开队，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去了。没错，两个月，去一个月，去一个月，花了，可是我相信那时候花的钱不多，不多，那时候不多。那个时候你做这个事情，你的亲戚朋友同事会觉得你不太正常？妈妈就说不大好吧，不大好。可是我还蛮坚持的。嗯，我的主管本来是不让我去，不批。对，后来我就觉得说我的假全部都已经排好了。嗯，我所有的班都有人帮我上了。我就很坚持。好有勇气哦，佩服你。那然后后来又陆续走了些什么地方？后来就都有中华电信的同事跟我一起去，所以我们就去澳洲啦，去纽西兰啊，每一个地方我都会去至少3个礼拜。你都是这种组自己同号组团，最多4个人，最多4个人，超过其实我觉得变得太多，你参加旅行团了，旅行团就不好玩了。对，而且很自在，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reservation 啊，去预定一个住的地方，没有，完全都是 landing 以后再去找啊。对，这种对好自在的一种玩法，对，非常自在。你觉得这个过程对你的人生的帮助跟影响？我就会碰到，其实在国外你只要稍微在路口有点质疑，那马上就会有人来问你说有没有需要帮助。 Can I help you？ 对，真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哇，这么友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人这样子没有戒心？我那个时候就相信人对人之间的信任是善意的，是不分国界、不分男女生的。那你到目前为止，后来我就小孩子出来，我听你就是露营啊，在国内嘛，也蛮好玩的。那出国就成本会比较高，我想象中不会频率那么高了。那现在回顾过前半生，你觉得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纽西兰。纽西兰啊 ？Why？ 羊吗？你喜欢看羊吗？整片的山，整片的，就是它的山是一望无际的，然后就整个空气啊，虽然说纽西兰跟澳洲是很像，可是比较起来，纽西兰是更自然，更让人家放心。其实，在那个地质学上来讲，纽西兰比澳洲丰富多太多了，是那边有非常多的那个比较特殊的景观。那如果现在我们的财力没有问题，你可以教我们出国的话，常常玩嘛，你会选择带他们去哪里？纽西兰。还是纽西兰哦，原来这两个一样的。对，所以你真的是一个完全跟自然是很接近、很渴望的那个人。我很喜欢那种，就是都没有其他人在那里，我也可以很安心的在那边走，很自在，没有那个恐惧感。
我觉得一个旅行家这一点很需要。像我们，我就背个背包，说有个什么景点我就去，人家说，哎呦，你不会紧张吗？你在台湾也是知名人物，为什么？我说我是一个 nobody 啊，没有一个坏人会料到我等一下下午会去这个方向，然后在那边等着要抢我。我告诉你，我坐计程车，我都看到那种大哥型的计程车哦，你跟他聊几句，人家对你很好的。对啊，其实就是你对。没有礼貌，你对你自己是一个善意的，对方也会善意。即使他是个坏人，他可能也会对你善意。我的经验是这样，所以你是一个安全感，所以你是一个安全感很强的人。好像，我可以就接近自然人才会这样。蛮乐观，对，很乐观。对你的外观，至少此时此刻看起来就是个贤妻良母。一般人真的很难联想你是背包客耶，看不出来哈、哦。所以不是能用外貌来看，还是那个时候你的打扮。还好吧，就很蛮安全的。你不要这样讲，你老公都形容他的老婆是美丽贤惠，温柔的美丽。所以你的个性，如果现在又可以做民宿老板娘，你是又外向又内向？我觉得我不是很外向，我只是很安于自然。啊，如果真的把我丢在都市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可能我也会有点。对，那你遭遇吧。你也曾经在都市里待很多年啊，没错。都是在哪里？高雄。高雄市啊，高雄市。所以你蹦了一下就跑到这个垦丁一个国家公园的环境里面哈。对，其实我们住高雄，我们本来是住市区，后来就搬到边郊区，然后再搬到边郊区，到最后就搬到这里。最后干脆彻底的郊区。对。郊区到就是没有邻居的郊区。邻居。所以我刚才想要问你说什么力量支持你这个角色的转变啊？现在我就知道，其实那是你自己的渴望，你还真的不是为了别人，就你就是要这种生活。那刚好你比较聪明，就是你选的那个对象，他也是跟你价值观是结合的。对，所以别人可能面对经营一个海边民宿要经历的过程，你们会甘之如饴。对不对？没错，尤其是自己的家。对，那现在。看起来像贤妻良母的女人，你也还是常常潜水吗？之前有，现在都把机会让给老公。原因是雇一个民宿也花很多时间。对，的确，尤其要把这个民宿的品质把它掌握好的话，其实是还蛮琐碎的，很花时间，还是琐碎，还是都有用。最花时间的是什么工作啊？最花时间的是。我觉得是整个环境的管理，大环境的管理。我看到就是草丛啊，还草坪呢、啊。然后草坪呢，你看两三天就要去除草坪。那是你老公的事啊。我要叫他。哦，你要叫他，叫他也是工作，我也是行政成本，他那块了解。其实说真的啊，就真的，管理民宿只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而已。我们现在生活放很多重心都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等于就是说老天爷给你这块地，你就是要让它维持自然。这是我听到的民宿里面，就是你们没有废水管，你们制造的所有东西要在这个土地里面自己回收。对对对，我们自己消化，消化然后变得好。对啊，再把它流出。所以那中华电信20年的人，请问一下这边收讯好吗？对，还不错，还不错是吧？还不错，要谢谢你的老东家。那现在你经营这个民宿，你竟然得到了垦丁国家公园第一家合法特色民宿。对对对，全国五大幸福旅宿之一，2011年的记录。到目前为止，荣获《天下》杂志微笑商店环保署节能减碳行动标章，观光局好客民宿标章。尤其这个五大幸福民宿是了不起啊，这是多少竞争名额的、啊？你自己得到有没有吓一跳？有，吓一跳，吓一跳。你就来，我们就工商时间一下，凭什么你会变成是五大之一？它的特色。后来我有去观察一下，然后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哈。我后来发现其实是这个环境，因为这个环境真的很多，我们自己住起来是真的舒服，可是不是以我们为主啊。那我去观察。来住的客人跟我们一些朋友老师，后来他们就说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疗愈场所，是可以就是让来住在这边的客人他的心情可以沉淀下来，
来了就放松，自然而然就沉淀，然后就会觉得很轻。对啊，然后人在庐山啊，就原生不知处，那我们来帮你讲你的特色。第一个你吸引我的就是说你们的一个房子是环保绿建筑，我知道从那个选沙子跟钢筋跟防水跟透气，你们下的功夫它基本上是一个活教材。我们是为了盖这栋房子之前已经连续有两年的时间，有我们可以盖房子，是就是买地以后有两年时间以后才可以盖房子，可是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去盖这栋房子，因为我们觉得说人一生没有几次机会可以盖自己的房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所以我们去上课，我们去找教材。你们上了哪些课？去实践大学，那个时候在旗山有那个分校，在那边上民宿的课程。民宿如何经营？那是经营管理的部分。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因为要盖房子，我们就去开始去思考这个房子的那个，我们要设计什么样子的房子的结构，可以能够承受这里的风海盐，海盐，然后还有台风。还有这边的日晒，还有风向，对，因为这边的那个落山风真的超强的。那然后你们一定是看了很多的这个有关建筑的、建材的，对。然后因为你们本来社交圈里面就有很多这种，什么荒野协会啊，还有就是说那种生态的，所以其实可以说是你们前半生做了很多的准备，并不是光那两年。真的，后来想一想，好像真的是因缘聚会，就是说有你喜欢的东西。就是吸引力法则都是聚集在一起，那累积了很多的资讯，所以听说你委托盖的人啊什么都有帮上忙嘛，对对对，所以就才不会说出现那个沟通不良，或者是说那个预期落差的问题。我上次也说你这个油漆也都是人家厂商特别为你们调，对，没错，对对，因为他们也想要研发，对对对，要进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色彩也都不是很偶然出现的，对，我去挑很久这个色彩，对，所以第一个那个我们的房子，我认为如果让人家觉得舒服，就一定这个房子是盖的对的，对。第二个就是你们当起初根本搞不清楚你们什么树也不种的一个草坪，后来变成我们候鸟南迁的停机坪。所以你一定要跟我们分享那个照片哦，听说是黑面鸠跟那个白鹭鸶嘛，白鹭鸶，听说好几百只哎，这上千只都有可能。那个画面好感人啊，真的，哎，都很想跟着它飞去菲律宾。对呀，对呀，哇，这个九月到十一月哈，对，一定要有机会。哎呦，这样讲不好，你那时候一定会涨房租。不会啊，那不是旺季。哦，那不是旺季啊。对。哦，那真的九月十一月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看看那个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是爱泡汤的，你们竟然也是无心插柳枝，挖出知道这里有温泉。真的啊，我们买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里有硫磺泉，是我们要种植，后面要种菜嘛，就跟邻居借水，然后挖井，居然挖到那个臭硫磺味的，这边的人都说那是臭爪，可是这边的人拿起来治疗皮肤啊，对，因为它本来就有这个功效嘛，所以。竟然冒出来一股泉，你知道这个是黄金吗？哦，是吗？你不知道吗？全世界有温泉的地方，它就是一个那个观光地点啊，就是一个休闲地点啊。是啊，可是你要维护这个温泉，你的成本就高了。没错，因为维护它，其实硫磺气会把室内的像我们的冷气机还有电视机，对，那个里面两大考验，一个是海盐，对，一个是硫那个全脂的空气。对，所以你们的这个整个的 maintenance 就是成本高，高啊。那可是我如果给你选择，你是要有还是不要有？我觉得可以不要有没关系。那你真的是只能说老天爷给你资源，你要负责任经营它了，并不是你原先要的。对，没错。至于另外一个，如果你这边变成候鸟停机坪，这个是你一定很开心的。对对。对，你跟他留了一块地嘛。对，你这里面又把那个地都盖房子，里面搞一些建设，他们就很安心的。对不对？然后他一定有安全感，这边的主人是那个友善。我觉得是相对的，因为你对这个环境是友善的，这边的环境他也会
feedback。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场地也算荒野协会的一个见习场地。也是你的孩子从小去露营以后就发现，我家就是露营的一个最好的地方。嗯，很棒啊。对，只是我们没有开放就是。哦，当然不要了，因为那个品质会吃，品质会。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里。就像我想，我只要想到我上次接到你的 mail， 就说这个时间你可以来看候鸟南迁，说在我的场面，我看了这个我就好感动。我在台北的办公室里，我整个人就开阔了。可是有的人会没有 feel 啊，有的人没感觉。对对对，你那时候这里你有没有电视啊？有没有什么卡拉 OK 啊？没有夜生活，我来这里干什么？没错，对不对？所以就还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没错，太好了。另外一个你的优点就是，我还第一次吃到个早餐，9点吃到2点都还不饿，所以那些食材都是你自己家人要吃的，你就供给你的客户。对啊，我就去找啊，哎，这个不错，那个不错，我就找回来啊，自己先吃啊，吃着哎不错，再提供给客人。哎，那既然在海边，我就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就海鲜也得到比较容易，也是吃比较多？我们会比较喜欢吃，我会蛮喜欢吃鱼的啊，只是我会去竹坑那边。嗯，竹坑是什么地方？竹坑就是车程再过去是港口，港口再过去是那个竹坑，竹坑有个定制渔网，那边就它的渔网就放在海边海里面，然后它会抓到什么鱼它都不知道，因为那个鱼是顺着流进去它的网。哇，你的概念它不是养殖，而是说它是自然进来然后留住的，对对对对对，留下来的。对对对。哦，它就是它那个口还蛮就是我觉得它抓到的鱼都很适中的，它不会说大小鱼小鱼也抓。对，它这个本来就是概念，你把小鱼都吃了你还没有未来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去买鱼我会跟他预定，因为他不一定说他没有很大量的，但是鱼是绝对新鲜，真的是海里的冰箱刚刚拿上来的，对不对？对。那所以你的这个庭园餐厅是庭园是餐厅，可是你只供餐早上给你的客户。没错。所以严格讲起来，如果说我们想要说你可以给我们料理一些东西，大概机会也不多，可是我在猜你自己一定有料理你刚刚讲到那个新鲜的海鲜，一定有啊，有什么机会可以吃到啊？那个就很简单啊，不是清蒸就是煮汤啊，就这样。那你为了做民宿，你为了做民宿，你有去考证照吗？有哎，你也考了。我还有去考过丙级的，哦，丙级证照。后来发现就是料理最简单就好，不要去搞太多繁复的手续。没错，这是我觉得那个考那个真的就是为了去了解那个怎么去把你的那个厨房怎么还有你的料理的过程把它弄到最干净最卫生，其他的我觉得它的那个可能都不适合我，要煎啊，又要裹粉啊，又要什么的，反而工序越多，反而越失真，是不是？越没有它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原味出来。听起来我们惠定好的人生算是平稳的，关于这点你一定很感恩。对，平平稳稳，对不对？但是人生总是有一些考验。你不要告诉我你人生完全没有挑战，有什么挑战？说挑战应该不敢说，因为我不是那么很勇敢的女人，我是真的是安于现状啊。我觉得最大要说挑战应该是说我女儿吧。哇，女儿怎样？我女儿她是老大，她是视障者。可是我有看到她画的画了。你这个怎么说明一下吧？他是这样，可是他有画画。他是少年型的那个黄斑部病变，视网膜的问题。但是他可能作画啊。对，那是他小时候还能画，他高中以后就几乎就看不到色彩。哇，这个是一个大家的功课了。看不到色彩，可是看得到线条。对，看得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生活技能还是可以的。对对，这是人生小小的一点小考验啊。对对对，做。除此之外，你看又能够安分的做公务人员，然后又考一些证照，然后又活跃在那个户外运动，我就觉得人真的不可貌相，看不出来。你其实也是一个蛮综合体的人。哦，你这么喜欢。哦。
么形容你自己？形容我自己，我觉得我是一个，因为我是射手座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乐观主义，感觉得到哎，你好放松哎，对，真的，你看他的笑容都没有停止过，好 easy。你在做公务员的时候就这样吗？就是有刚开始有点觉得受不了，为什么每天要做一样的事情？后来，因为我在中华电信，我是做 operator， 我所有的 operator 都做过，我做过104、105、108，啊，还有103，103是最小的，103是台湾只有两个，一个在高雄，一个在基隆，这是专门接从这港口里面要打电话到陆地上的，这只有高雄港跟基隆港才有，我们就那边。那这个是好做还是不好做？这个工作的内容，这个需要有外语能力。哦，这样子，你外语能力是吗？国外旅行也有练了一些本领。对啊，我觉得那是兴趣哎，就是有兴趣想要去了解人家讲的是什么东西。今天呢，这个桂妮喜欢的肯丁卡米克，他喜欢，我也很喜欢。这个我没有公司，但是他倒是挑起我本来兴趣不大的纽西兰。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去看一下。你对他不没有兴趣哦？没兴趣，是吗？我对澳洲跟纽西兰就是没兴趣，我比较喜欢有那个什么。你一定要去纽西兰，因为他有一个，他最好玩的是人，就是他们的毛利人。哦，就是原住民。对，就会跟你顶很远，顶着鼻子打招呼的。哦，真的吗？真的。我们两个来顶一下，要怎么顶？就这样。就真的哦。你喜欢跟人家顶呢？没有，就那一次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很友善。因为刚开始看他们人高马大的，你跟我一顶，我突然我的体温增加一度哎。可是人跟人的触摸是很重要的。哎，你在海里面会去跟鱼顶一下，会去摸鱼。他们如果愿意跟我顶的话，就愿意啊。哇，一个看不出来一个很贤惠的女人，其实她人生也是很丰富，对不对？你看年纪轻轻就自助旅行，然后喜欢毛纽西兰嘛。我听你的话，我会去把它规划，因为我的年纪我不太喜欢会要飞很久的地方。哦，除非它真的很值得我去。纽西兰还好啦，也好，澳洲也还好，七八个小时啊。澳洲的话就一定要去那个去艾雅斯耶，听说那个是世界的肚脐。哦，世界的肚脐。感觉一定有很大的磁场跟能量。对对，它就是一块很奇特的岩石。你去过没？我去过。你去过？好吧，那我也把澳洲也考虑一下。但是我就忍受不了长途飞行，我可能就会去一次，时间久一点，然后一站站的慢慢玩，就不要让我一次飞太久。对 ，OK 吗？好，我会接受这个惠妮的建议。这个台湾女性单身自助旅行的先锋，她讲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会听的。OK， 好，那最后。好，那最后我要请问你，你的人生的座右铭？座右铭，应该是说我先打岔问一个问题，你鼓励不鼓励老婆鼓励先生盖民宿？对一般人来讲，一般人来讲啊，鼓不鼓励哦？你鼓不鼓励女生鼓励先生盖民宿？因为你已经走了这一趟过来，觉得有共识。也就是说没有共识的话是不要鼓励，对不对？对。那另外一个如果对，那另外一个如果说可以做这件事情，他至少要具备哪一些条件？要会玩，要会玩，要爱玩。民宿哎，对啊，会说旅行哎，我再说明清楚一点。对啊，如果你经营一个民宿的话，我觉得相对的是你要爱玩，然后因为你爱玩，你就会保持一个年轻的心，然后你会勇于挑战，你会接受不同的客人来给你的挑战。你的爱玩的层次不是我们讲的是旅游景点的玩，是说我今天的生活的内容，跟我要完成的事情，用玩的这种玩的哦，是这种，OK， 生活的变化、角色的转换，还有天气、天候啦什么的种种的考验，你必须要有那个有玩的心态来，对，要去面对这种。这种变化，因为这个是随时随地，然后非常繁琐的，繁琐，然后顾及的成本也很多。那我想问一个，以前的时间到了，你就会拿到薪水吗？国家机关吗？可是现在的话，
有些民宿也是周休五日嘛，甚至六日都有可能，对。你的心情会不会因为订房率的高高低低会起伏？刚开始经营的前两年，会有一点啊，现在就比较不会，因为现在就相对比较稳定。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心态上面也很清楚。对，就很清楚，其实我们就是要过我们自己的生活。难怪我说你的好吃的面包可不可以宅配，你就说对不起，我只做我要吃的，对，而且只能来咖啡客吃，对，只能这样吃到，有道理。其实因为你没有忘记你的初衷，你做这个东西是要自己生活，对对对，只是多盖几间房间给人家来分享。对，可是我觉得你光是给那个白露丝跟黑面就起飞的那个停机坪，我觉得你很过瘾，好成就，人生最得意，人生最得意的事情。得意哦，应该是，当然是盖了卡米克啊。对，盖卡米克，然后小朋友都发展的还都很健康。OK， 心态，我觉得心态还有这身心都蛮健康的，我觉得都非常棒。那此时此刻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拥有这么好的一个硬体的人，就是我们的慧玲，这样的女人，人生还有没有梦想呢？我来问她。忘记了吗？没有，我在看你有没有看到。梦想就是啊，你没有写，对，我大概没有录到那个印出来。梦想是盖一个华德福的学校啊，盖华德福学校，那需要些什么资源？讲出来好不好？那就要有一块地。我的梦想是隔壁那块地。隔壁那块地多少钱？需要多少钱？需要几千万，几千万。那选在那个地，原因是？因为垦丁这个地方，尤其是我们家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让人家来这边是可以很放松。除了放松以外，这边是兼具好多功能，疗愈效果。小朋友来这边，他可以去海里面玩，对，然后到山里面去爬，然后到那个原野里面去探索，然后这边的一些自然生态又可以拿来做烹饪，然后太多了，等于就是说生态治疗那个园艺疗愈，还有你的孩子就是都是艺术的音乐的，那然后这样讲好了，我有懂你的意思。其实我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到树下面，好奇怪，你个人力量很有限，大自然是非常 powerful 的，它的力量它就会那个支援你，所以你是。讲到华德福，我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学校，可是你选择在这边是因为你可以借助周边的磁场的能量，对，去对去抚育孩子，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教育真的是太不自然了，太强求，对，就根本没有跟着人性走，没有跟人性哦，讲得很直接哦。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先试着就是把这些讯息先记录下来，好，先画蓝图嘛，对不对？对，跟老天爷下订单，对，下订单，先把隔壁那块地，对，那个地要几千万，现在已经这么贵了，对。哎呦，我跟你先生就有讨论过，就是以前是盖房子钱比地贵，只不过隔了几年，现在是买地的钱可能会比房子贵，所以真的是大家都被炒起来，都被炒起来。所以也就是说，想要来垦丁买地，已经很难了。现在已经很难。没错，尤其是面海的。我原先以为你会说是，我没有想到你的梦想是这个。真的、哦？对，我有写出来。对，没有，可能是就是后面一段没有录，没有把它没有印出来，就这一个吗？还有别的？人生，慧玲还有人生梦想。就是这一个，那这个已经够大了，会到你后半生很大。那我们就来祝福以前的一个女人，今天从一个公务员，然后跟她的家人有共识的，在一个台湾的国家，什么是国家公园？什么叫荒郊野外？然后你们就是找到这一个可以土地利用、合乎那个法律地目的，然后经营了一个全国五大幸福旅社，这我干单的呢，对不对？
但是这个女人心里面想的是说，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她也可以贡献，就是一个我的福星相，那福星相事成一定会成功，好不好？那你满足我就比较容易，我只要吃到你的面包我就可以了。那有什么问题？好，加油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幸福的。我跟你说，我只要想到南台湾，我就会想到你这边，对不对？我想念你那个草地。然后上次来就没有，晚上有听到鸟的声音，那个一定要有生之年要看到这个鸟去飞到菲律宾的画面。但是那个是可遇不可求了，可是绝对可以。九月、十月，九月、十月，记得来到卡米克最好的季节，对，满天的，满天的候鸟群飞。但是呢，你肯定可以来到这边，就是吃到我们这个为你做的菜，早餐，对不对？哇，真的是吃的 好开心哦！除了开心以外，还安心。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第一道，我们那个地瓜稀饭哦、OK， 我们这地瓜稀饭，哎，来到这边吃饭，你看都有认证的。就比那个有机店还薄，因为他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所以就很安心。对啊，这个是恒春的在地米，在这边种的，然后加上恒春的地瓜，这个都是我们的邻居种的。恒春靠海边也有米啊，我以为靠海边就产西瓜。对，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区域是专门吃种米的，而且都是有机米。那一定有限量。因为量有限，对对，很少，所以外面听到很多那个有机米的品牌，可是我还第一次听到这个恒春的米。对，而且那个种米的区域是要这个躲山躲，就是要躲海躲风，嘿，一定要有个地方是保护它们。等一下带我去看一下吧。哎，可以啊，等一下去看看，要不要把产地也拍出来，那个认证的，对不对？那个地瓜稀饭，我们配的一些菜。最精彩最精彩的就是我每次来都最期望的这一道。这一道什么？黑豆腐。嗯，对，黑豆腐，对，手工的、哦、手工的。嗯，这个都是我们那个满洲还有恒春这边种的黑豆。那这个黑豆哈、哦、它跟惯性农法的那个黑豆不一样，是我们这边有机农法种植的黑豆，到了收成的时候它是不喷洒那个除草剂嘛，惯性农法它会喷除草剂，所以那个豆子它会自动就裸露出来。那我们都不用嘛，所以那个它的那个豆子哈，到了采收下来，它是一颗一颗很坚硬。那我们这边又都是小农，所以都是那个用他们自己，他们就把它铺在他们的艇潜艇上面，然后就用他们的车子这样压过去，压过去，压过去。所以哈、哦，他们在我在买回来，虽然说他们已经所谓的处理好了，我买回来的那一整袋的豆子里面还是都是石头啊，因为我们的那个满洲这边的黑豆很小，啊，几乎等一下跟那个石头一样，等一下那还是原来原貌的石头、那个袋、不是石头啦，不是黑豆啦，给我看一下，可以啊，所以那上面都是车子碾过来碾过去，然后还有一些路上的小石粒。就是它已经都处理好了，可是还是都会有一些石头。那我来猜，它的产量也有限。目前有在积极的种植当中，不过因为它倾向往有机的方向走，所以它还是在收成方面还是比较困难。所以你的这个说明上面哈、还注明的是哪一个阿姨生产的？对，是哪一个阿姨？阿尚，那个观音阿尚。月英阿尚。哎，所以他们这样应该就是那个已经做这种东西做很久了。对，哎呀，满头白发。我们在实地哈，实地那边要吃黑豆腐哈、黑豆的做的豆腐要开车开多远的哈？好稀奇哦！你在那个无菜单料理餐厅，你吃到一个花生豆腐或者是黑豆豆腐，就很好像很高档。我们来到这边吃，只要是住宿的客人就一定吃得到。对，而且它除了黑豆以外，它这个另外一个主角就是盐卤，盐卤就是那个盐缩的海水。我印象上，我有一次是跟着他一起去那海边去挖那个一瓢哦，一瓢一瓢挖那个海水，挖成一桶。那要怎么知道那个海水是适合做盐卤？就是要这样看看那个珊瑚礁盐哈，都是一窝一窝，然后那个海水哈是干净的，它上面有一层结晶状的，那个就很适合。要轻轻的把上面那一层挖起来，所以都只能一瓢，都只能挖一点点。我正想要问你，为什么要一瓢一瓢？我想说拿个吸的东西，一吸都吸下来，所以你不能把下面的沙子哦。它所以它是那个成分你要看得清楚，就是上面那个是天然盐卤。对，哇，所以它拿回来还要再煮一天一夜，不用加石膏的盐卤，对，还要加石膏，对，加把它浓缩起来，
浓缩起来的水就是盐卤，啊，副产品就是盐巴。那所以月英阿嫂很辛苦，辛苦啊，那种东西也没有办法量产，没办法，那就是自己做，自己做。然后你们就是因为是邻居，所以有办法吃到。对对对，我都拜托他，拜托拜托。太好了，来卡米克，我最期待就吃到的黑豆，对，我吃到小孩能吃多久？哎呦，你这句话再讲一次好不好？不知道还能吃多久。真的，哎，像我是那个爱泡汤的人，我都跟人家讲说啊，有汤可泡，持续泡，因为这个地质变动，什么地震，我不知道哪一天还能继续泡。人生就是要及时行乐，对不对？所以可恨就是卡米克离我家实在太远，一个在台湾北，一个在台，不然我如果是很近，我每个礼拜都要来一次。对啊，来泡泡。啊，我们谢谢那个月英阿上愿意在心做这种无法的哈，也许我们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对，有，对不对？不，也许不能够推广，可是要至少记录下来。那么让人家知道说豆腐可以这样做，我有在学习怎么做。那为什么我知道你在厨房里忙，把你拉出来？因为这是剩下最后2块，我必须访谈完我才可以把它吃掉。哎，你这个酱油应该也有讲究。哎，你这个酱油应该也有讲究吧？酱油，这个是平科大的酱油。啊，酱油还有大学的？有，就是为什么要平科大认证？他们有这个，有去研发出来的。你知道吗？现在不是新闻里面都在讲，就是说我们吃了很多的毒淀粉嘛，哈，加工食品啊。我告诉你哦，其实还有一个没有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酱料。现在人用的量那么大，然后我可以跟你讲，非常有名的，国际都有名的餐厅，在我们家的楼下，我不能讲名字。他进进出出的食材我都有看到。对不起，他虽然的价位很高，他进出的酱油罐子都是这么大一罐的。一桶的塑胶桶，那个桶子都已经很旧了。然后我上次有看到那个名字，然后我就问说这一桶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一大桶酱油，台币100多块钱而已。你就知道，虽然你付了高价钱，在很有名的餐厅里，他给你吃的东西是不是真的酱油，还是根本都是化工饮料？没错，我觉得真的很寒心的。所以不知道也就不懂害怕，懂害怕以后就是要找这种人。他吃的给我吃，我就安心。所以你看这个小小的一块豆腐哈，连那个酱油也是安全的哈。那再接下来呢，你的那个菜里面，我看了一下，什么生产者也是你卡米克啊？自己种的。你怎么样？我上次来的时候你有种南瓜吗？我们后面的。是啊，我上次来你有种吗？上次来应该没有了。我不知道，隔一段时间你现在已经变种菜了。不是，因为你们上次来季节，对，是季节性啊，没有课嘛。哦，没有课嘛，我们就是做一课一课的。嗯，就是那个生菜也都是自己种的。那你昨天你来的时候好像有点是秋冬的时候。对，我有吃到生菜。那个就自己种的。可是还没有把没有机会把这个修出来。你真的在这里不是在经营民宿，是在生活呢？对。啊，彻头彻尾在100%的是为品质在过日子啊，为自己啊。对啊，因为你知道品质该怎样，空气、光线跟食物。所以我看到说，哈，你生产者是卡米克，我想你应该是烹饪者跟料理者，没有想到也是。但是这上面芝麻总不是你自己生产的吧？哦，不是。对呀，要注意一下。那个李仁买的。也是有学问，那李仁买的就安心了。对呀、啊，对呀、啊，李仁是有机认证的，他们是一个内部的团体，他对外宣传，他非常的低调，可他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可是我是觉得，李仁的不一定有机哈，就是都是找那些那个厂商，应该说不是说找那个店面，他是有机店，就是完全可以信任。其实我比较倾向找小农。就是他，你真正的去知道他是在耕耘，他的那个他的怎么施作的方式，然后他的做人，是啊，他一个做人有原则的人，他吃的东西他就会有他的原则在。你信赖这个比较快，信赖那个 label 啊，我告诉你，你连我们台湾的那个食品界的模范生也会出那种状况，过期品。过了好多年照样给你吃，那是他有人家的考量，还有大公司的管理，所以你看我们最近不是有好几个很有名的人得大肠癌，我觉得那个都是日积月累下来的。如果我这个人哦，我计较两件事，一个就是我写出去的文章，我只要有一行错字哈，我那个晒版的蓝图，我就说重做，我宁可做重新制版，因为你怎么会知道错你不改呢？你不能说哎，我现在第二版再改，我第二个很在乎的就是。我
这把年纪哈，我这一生都是善良的人，我不要老年活的痛苦。老年人的痛苦不是没钱，不是没爱情，是会身上有病痛。所以我对于吃你嘴巴的东西很讲究。可是这都是你，都是你很难。我只要我不是要吃好的，我要不要吃到坏的东西，就是那么简单。啊，所以来到哈比克这个幸福民宿，其中一个幸福是因为你会吃到 OK 的食物了。好，那再接下来就是。一直跟我解释，就是黑豆浆没做成功，所以今天让我们吃到了这个鲜奶。但这个鲜奶也是有学问的。哦，这个鲜奶很棒哦，真的这个鲜奶是那个完全是，他我们认识这个朋友哈、哦，他经营的牧场里面哈、哦，是他的场地都还蛮有规模的。可是因为他为了要好好照顾这些牛，所以他本来可以养两三百只牛，其实他不养，他只有养80几头牛，真的，而且是真正的牛，不是样本牛。他给他的那个，那个饲料还有他的牧场都是比较讲究的，啊、他不给牛打那个荷尔蒙的，对啊，他不给他打荷尔蒙，然后就是。非常善待他们，他是为了这些牛，他几乎都没有休假、啊、因为牛奶就是早上要挤啊，晚上要挤。而且听说那个牛有奶的时候，你不挤它会不舒服。它会不舒服。哇，那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给他吃的东西是比较符合。那请问一下，这个离港乡离这里不远吧？离港还是有一段距离，离美浓比较近。哦。所以我除了愿意爬上以外，我好像又有一个地方非去不可了。有段距离，这个下次来，我下一次来的话，到你的采买的行程，我跟着你走一趟就好了，对不对？啊、对，你一定要会去采买，要去看一下嘛，是不是？所以他是，可是现在很多都是网购的。哦，网购啊，那也好，那也很棒，请他采买，那很棒。就大武轩农场邓坤海先生，对，这个可以养300头牛的地方，他只养80头。而且就不给他们那个什么催乳剂啊，也不给他们荷尔蒙的，那就吃的安全。所以牛奶其实是一个好的食物，可是现在很多人鼓励人家喝，就是因为里面的问题太多了。对对对。OK， 所以我们喝到了这个牛奶这么精彩，那我们就用，那我们就用想象来讲，你本来要给我喝的黑豆浆，为什么黑豆浆就是用那个嘛，一样就是黑豆，然后那个就是自己磨打嘛。啊，可是因为豆浆它很容易变质，就我在想说，可能是豆浆很容易变质。我们还看到很多人装的那个盒子里面，然后就放很久，对，放很久，我都不行哎、欸，我大概我一次做的量就大概给客人喝2-3天，就2-3天以内喝完。那今天我没喝到，就说你说可能是因为容器没有洗干净。对，我在想这么短时间就变质，表示它真的是天然的。对、啊，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下次一定会吃到。那上次有喝到就可以了。好，那现在也是哦，赶快叫。好，那现在也是哦，赶快叫你来，快点接受我的访谈。还有这个咸鸭蛋。哦，咸鸭蛋哦，咸鸭蛋它是那个在车城。车城。对，车城的就是他们是用古法做的，所以你吃起来不会腥掉。哎，真的耶，我通常吃到那个觉得就是我就怕了，我跟我的摄影师说我们个人一半，结果我刚刚发现被你提醒了，其实不咸啊。对，我是怕咸我才吃一半，那早知道我就吃整个。好，没关系，现在剩下来两个人把它吃完。车程的哦，咸鸭蛋。对，那最后一个鸭蛋。对，那最后一个最精彩的东西就是一个组合的东西哈，因为就是把你叫出来是因为这个我要吃掉之前，因为只剩最后一片了。我把它吃掉，不早点来，没办法。我在想说你怎么还没到呢？我在路上碰到一个有温泉的地方，这个肯定这个地方竟然有温泉，被温泉吸引。对对对对，温泉也是我的最爱之一。先解释这个，来。哦，这个是我们的米吐司。米是白色的，这个还才是。黄色的是米吐司。OK， 那个生产者也是卡米克。可是这个米的来源是。跟我们刚刚的那个地瓜粥一样的米吗？对，很不好意思，我因为地瓜粥的那个食材真的是很棒，那有剩下我都觉得很可惜，剩这些地瓜我能做什么？我除了把它吃掉，我还能做什么？所以我就想说，现在不是有流行做米面包吗？我就想说，我来做看看，做成面包吧。等一下，这个逻辑关系，你是说？
剩下的地瓜粥，跟这个有关系？对，我就是把它是这个变成这个。对，没错。我这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对，因为我觉得东西都是、啊、那这个过程可以透露一下吗？怎么做？就是把它当作是配料一样加到面粉里面和、哦、然后 就因为它有，所以它就有了地瓜，它也有了米的成分，这就是米面包。那所以一般的面包店没有人有这你这个状况，他当然做不出这种东西。哇，那我相信这个是全球独步的。一般它的米面包哈，它是米，就是把它磨成粉以后，那概念不一样。你既然是因为你的有机的地瓜粥，对啊，太可惜，因为客人的饮食的量也不能够预估嘛。对对对。啊，所以就做成这么漂亮。我还以为，如果你不讲，我以为是胡萝卜面包，结果不是的。所以又有面啊，小麦的成分也有那个米也有地瓜，而且通通都有机的，那太棒了。OK， 那然后这个呢？这个面包就是那个是咖啡核桃。咖啡核桃、啊，你这上面都没注明啊，咖啡核桃哎、欸，对，没写呢。有，你如果有注明咖啡跟核桃，就又有好多人会多吃一点。这个对，有一个那个高餐有一个教授还跟我要食谱呢，要食谱哈、哦嗯。你看这两个面包，光是这个面包的食材，我都觉得都是我以前没听过的。你知道我那个咖啡怎么做？我就是、嗯、就是，譬如说我们的咖啡是喝剩的。然后我就会把咖啡跟那个咖啡渣，然后放下去做面包。就其实这个也都是吃剩的啦。因为这个就是环保的结果。吃剩的美食就是一个完全不浪费大自然的美天赐美食的结果。好有趣哦、啊。就是这样子引发出来，觉得说又有剩咖啡，那倒掉也蛮可惜的。那就核桃再加下去，那你也可以加那个夏威夷果，也可以加其他的梅花籽，对不对？下次料多加一点。啊，你这个如果愿意宅配，一定有人要。哦，对啊，对是蛮多人问啊。可是来这里就是为了过生活，所以你不会去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时间的分配要弄清楚。我比较自私一点。对，也就是说，今天这些东西是为了要来住你民宿的，你要让它有完整得到了服务。可是超过这个要叫你去赚钱呢，要就你就留在都市里就好了嘛，对、啊、对不对？我们姐姐也是都市女强人呢，对哦、不要看她现在在做面包，还好啦。你觉得我老了会不会跟你一样？啊，这意思好像我还没老的样子啊。那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对对，我也觉得这问题也不太好，你的答案也很为难。可是我要跟你讲，有一次我妈妈75岁的时候，她跟邻居在聊天，她说有一天哦，等我老了以后，然后全部人都笑翻了。其实我是我妈妈的女儿，我也可以这样讲啊。哦，真的，哎，那你有传承到她的精神？应该是有，应该是有。谢谢妈妈，谢谢妈妈的传承。但是这个面包的精彩真的是我始料未及的。嗯，还好今天有坐下来好好的拷问你啊，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是这么样的环保，这么样的温馨啊、嗯。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它的酱也是超精超好笑的啊。西瓜超好笑啊！西瓜在哪里？在这里。对对对，这是西瓜果酱。这两个，一个是哈黄色的，都一个是浅咖啡色，不一定有，所以有临时。哦，还随性哦。哎，我还以为是很挑缸的呢。来，没有，就有一天吃西瓜，然后就觉得说，哎，红肉吃完了，剩下一堆白肉，好可惜哦。啊，所以我就把白肉部分切。哎，人家那个白的部分是有疗效的呢。对不对？有哎，所以你是把西瓜的白那个瓜白的部分就把它剁了，对，就有点像芦荟的那个概念。对，然后跟什么整合？没有，我就是西瓜。我其实果酱很简单，就是水果跟糖1:1这样子熬出来的。哦，就没有加别的东西哦，就这样出来了。哎，对。哦，所以我现在看的这种胶状的东西，就其实是那个西瓜本身的品质，并不是另外掺别的酱。啊哦，对不起。西瓜因为它其实它都没有胶质，是所以我有掺让它凝固的东西，就是海珊瑚。海珊瑚，你看还好我有一直追问下去，打破砂锅问到你。然后我不问你就不会想要讲，你觉得理所当然是吗？对，我觉得海珊瑚做酱我就要吃。我说真的，外面很多果酱我不敢吃，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吃糖，我在吃什么那种起云剂啊、粘稠剂。你如果是海珊瑚就很健康啊，请你喝海珊瑚，还喝有水啊？哦 ，OK， 还什么？等一下，现在就要拿出来，还等呢、啊？有好吃的东西等。那另外一个这个黄色就是芒果酱，我刚刚好因为客人都吃光了，我是用倒的，
哦、没有办法挖，就整个已经挖进来，这也就是访谈完我才能把它吃掉，口感现在还不知道。你还真辛苦。对对，你很辛苦，很辛苦，就是你不知道那个报道美食是很辛苦的。开玩笑的，这样很幸福。芒果酱的制作，哎，也是一样啊，就是水果跟糖一比一。可是这种不至于是因为客人没有用掉，那用剩的吧？是专程买回来做的吧？这个是因为新鲜的很好吃啊，就都会把它吃完啊。可是、嗯、可是这一批芒果就有放在冰箱放一阵子，放一个礼拜。哦、我就想说、嗯，不要吃新鲜的，因为反正房山这边有名的芒果产区这么近，对，就把它变成做果酱，就拿来做果酱。那芒果本身已经甜到不行了，我昨天在路上吃一个就腰酸背痛的，我都问他说：“你到底有打针呐、啊？”就是房山这边的那个水果，因为是吹海风的，它真的是特别甜。对，因为它有盐分，其实就会增加它甜的那个真的指数。那所以你这个就不需要加糖了吧？有，还是需要加，还是要加，因为糖是最天然的防腐剂。哇，所以这两片面包加上这两上面的果酱，我觉得这个是不简单的，超有机、超有概念的，好有创意啊！好，那现在请厨房送那海山物资来了、欸，要不要喝？就是、当然要啊！我拿海山五汁跟那包黑豆，好，可以看一看。来，黑豆黑豆，现成的黑豆。你看，它已经挑得很干净哦。还是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搞那么厚两层啊？啊，就是怕那个啊，怕有那个菇型跑进去。你是说有一种特别的虫特别喜欢这个黑豆？对，会。哎、欸，真的很小颗耶，就看起来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好像是品质不好的东西。哎、欸，可是它能量很好。对呀、啊，你看这么小哎，哎、欸、各位。它这么小哦，跟我们一般看到黄豆差好多啊。对，那个大部分都是、嗯、大概只有它的一半呢、哦，一半的那个大小。这个是纯满洲的，纯满洲的、嗯、原生种吗？原生。哎、哦、呦，真的好稀有了，现在这种东西。然后它是汽车顶过来顶过去，很好种，很好种。哎，这边的人都说很好种，就是看、就是、不好收成，看风看抗寒，好种，可是长得不漂亮，还是产量不够多。长得不是很漂亮啊，然后也不好收成，嗯，因为有机嘛，对。如果说惯性农法，真的撒那个除草剂下去、嗯，它那个豆子就会自己跑出来。知道吗？我们现在就流行买那个什么虎宝贝啦，还有就是豆浆机哦，就大家都懂了这个东西要这么做。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的食材是这样子的话，嗯，我觉得那种制作方法才有价值啊，对啊，对不对？哎呀，我的海珊瑚来了、啊，这个是土地的营养，这个是海里的营养，哎呦，这卡米克就这么幸福。哎，这个就交植，哎，这个就交植了嘛，在用，哎，整个都冻起来的呢。对，我来倒倒看，我来在这边。所以为什么果酱哈、嗯、可以加这个？因为它有天然的，看到啊，有看到啊。这个胶质就很棒，对，嗯，哎，好，今天这个卡米克早餐最圆满的这个完结篇就是喝到这个海珊瑚，然后又欣赏到了这个黑豆子 ，OK， 那你说还要哎真的要挑哎，里面还有这个什么叶子的梗啊，还有一半的这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还有小石头啊，还有小石头，小时候。这个是上面，小时候下面就很多。所以我们古话说“十指盘中餐”哈，粒粒皆辛苦。这个就不看它压了，就压就压扁了。哎，你是说车子还可以把它压过来压过去，它还这么完整，表示它多坚韧啊？对，那一般的黄豆是经不起汽车开过去的、啊，所以要都要泡水，泡至少六个小时以后才能。拜托一下，回去我买一斤。你做二盘，我在台北做三盘。哎，我们在台北来卖一卖这个豆子好不好？哦，你还孤单嘞。不是啊，我要我的朋友健康啊。嗯，那些好朋友要他健康，我每次看他吃好的食物，我就有替他着急啊。去那个可以到满洲乡公所，满洲农会有宅配。你今天已经跟我讲了很多次，我告诉你，今天你一定要带我去那个农会去逛一逛，是你自己造成的，好不好？我在想说，除了今天你餐桌上这些宝贝以外，一定还有其他稀奇的东西，我们一起来研究。一样要吃饭，一样要花钱，为什么不吃到好的东西呢？哦，那我们现在这边就是一个线索，以后满洲啦，那个恒春这边有什么好的农产品，打个电话来问他一下，好不好？今天住宿的不要只是来这边玩，那个最棒的，要来问一下老板娘这边有什么好的好吃的东西。OK， 啊、哦，今天太高兴了，坐下来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的学问是非常深的。那请你继续的努力去挖掘食材，让我下一次来可以吃到新的东西。其实食材都是随意去碰的，我就是讲得很清楚，你吃什么给我吃就好了嘛。对啊，我没有要你去特别去做别的东西。OK， 那就海珊瑚，谢谢。谢谢。